其实呢，除了我们的音乐总监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班很支持我们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人。大家一起看看。我爱你，我的家。真真正正，我们给热烈的掌声给西伯。加油啊，我们童话和你那个舅父啊，支持你的，大家支持你。好多加油支持。冇问题嘅，再努力，再努力啊，唔紧要嘅。呢个比赛到呢度，你已经好好噶啦，啊，永远都会支持你。咩叫稳定？多谢晒。我因为我情绪而或者喊或者去即系去错失呢个机会，所以 sorry 妈咪，令到你。其实你妈好感动啊，因为我哋都好感动。因为我知道佢唱功唔好，所以我谂住佢两集最多系一集就抛咗出嚟。咁我想去死心。用心去读书，其实我点解睇咗咁多集，我都唔嚟，理由就话今次我俾佢感动到，佢真系好努力同埋好付出。我希望亦都加埋佢自己后天嘅努力，先至可以有成功嘅一日。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好。只要盡自己能力是做到最好，其實已經足夠了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。
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多谢。在我隔离的就是我的妈咪了，探太。咁咧，其实咧，我参加咗亚洲星光大道之后咧，你觉唔觉得我乖咗好多啊？吓，乖咗好多，听话好多，做完嘢好晓得好早翻屋企。咁 ATV 对我好唔好啊？好，教咗你好多嘢，同埋啲老师、两导师教咗你，即系大个咗好多啦，识做人啦。要怎樣努力做事啦，學好啲啦。我身後面的呢位咧就係彭遠陽嘅爹哋同埋媽咪啦。耶 ！Hello， 你好。咁咧，我想知道咧，彭遠陽咧嗰陣時參賽嘅時候咧，有冇話你哋反對佢啊，唔俾佢參加咁樣噶？係啊，初時我哋咧就係佢睇就要走又即係唱歌呢條路啊，係辛苦噶，所以我哋對以前都唔同意啊。以後咧就已經成功咗咁樣咧，我就喺呢度咧由金蚊咧就好開心，好開心，星光大道辦得好成功，誒好成功，有星光大道就係有亞視個英明嘅領導，係個領導領下啊，就係有個全體係個員工係大力嘅努力啊。有個好大個評委老師，有電視公眾啊、歌迷啊，咁樣都係能夠成功，能夠成功。多謝，我哋祝亞視越辦越好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再啦！好劲啊！谢谢你。